吉他吗？你看那个位置，手按的位置，弦的位置啊，弦线的位置，C 大调、G 大调、B 大调、A 大调、F 大调。到底有几个？3, 但是中间有跳过一条线，其他有12条线，就是6条线。怎么跳退不出去？就是这个了，贝斯吉他，吉他，吉他。按黑幕啊，就是在下载。没有其他内容了吗？诶？对，还可以这样转呢，还可以看到那个其他的那个，哦，好，6条线，手按的位置。哎呀，神奇呀！哎呀，还会自动弹奏啊！原来是按这个手掌的这个谱啊，本来都不知道怎么操作，怎么呢？静静的都没有在动啊，原来是按这个手掌啊。看看他吉他怎么按的，按住那个弦，原来按这个白色的，它会跳出4个，不同大调。不同调的声音不一样，按的弦位置不一样。哦，那学那么多套呢？不错嘛，我要看 C 大调呢，但是要按这个手掌的谱，它才会自动弹奏。哎，为什么会跳到 AM 呢？Thank you.
它是各种大调的弹奏声音联合在一起。那有没有一样呢？那有一样，要为什么要设计这个来按呢？你看那个手掌心里有出现那个，罗马数字1234，现在出现的是二。这个图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还循环呢！我按这个循环，按这个圆圈圈，还循环的弹奏。